啊，我想站到十六号。啊，如果他这样向我表白的话，那就顺理成章的是我来牵他了。啊，但是我想让他奔着我来跟我表白，然后把我牵走，我要站到十六号。好，这姑娘这性格我太喜欢了，是吧？你看着我是奔你来的，但我得站十六号，你领我走。对，我同意。观众同不同意？哎，我们坚决支持你，姑娘，请上十六号。好。来，有请四号男嘉宾。四号男嘉宾来。你面前站着十六位姑娘，但是别无选择，其他人灯都灭了。哎呀，我估计小管现在这脑袋本来就不大，这个储存量都不够了。哎，掏手是汗，全是汗，真是全是汗。这你换哪个小伙子也适应不了这种变化呀？等一下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又你姑娘要站那儿去了，你能不能？